箴言第31章第十节，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咁所以变咗，你要睇到喺嗰个过程当中，你以为天生就做到噶，唔存在噶。讲紧呢个部门系咪？咁所以变咗，于是乎咪献祭一次比一次献祭咯，就好似一粒珍珠咁无中生有咁样咯。本来是一件苦事，但最尾咧变成一个美丽嘅珍珠咯。里边因为点解？因为佢已经慢慢由献祭变成香料啦。所以变咗，如果呢个人唔肯变成万能，因为而家我哋睇见啦。如果要你学一技之长咧，其实好多人以前系学诗咧，学得好慢噶嘛，学少少打金都要搞几年噶嘛。其实基本上现代人嚟讲，几个钟已经识晒噶啲吓，因为个知识上就好易，因为你随时喺 YouTube 里边有最简化嘅方式去俾你去识。但问题越超频嘅时候咧，你嘅生命就可以越丰富。你唔系学一样，唔系学十样，唔系学100样，系万能，明唔明啊？即系喺呢个时代当中，神俾个时代计划当中嘅所有嘢，佢会依赖你，去心里依靠你。谂啊，你能够让神去心里依靠一间教会啊？哇！你呢间教会净系识得吓，净识得抱满墙肥，每一次都变成茶楼居士啊，会复上。哎，就如我所由呢个茶楼啊，嗰个茶楼复复上都系坐喺茶楼，大家吓食完饭呢完牙，影张相咁，大家散队，咁样就系你个信仰一生啊！吓，茶楼居士喺神嘅面前做。但问题我而家所讲紧嘅就系万能，所以变咗而家基本上好多人都会，譬如好似见到我哋整耳塞咁样啦吓，哇，觉得你牧师啊好叻，好聪明，好有智慧。但系问题当然弟兄姊妹知道，整耳机呢一个只系由牧师用翻3个礼拜嘅时间啫嘛，系咪？即系由牧师所识嘅其他嘢，系根本佢数都有排数啊！佢哋系咪好多？但唔系我就咁斋噏讲嘅。是真的，譬如第二代的石安剑，你真的做到出来的。但是做出来当中不是涉及只是做，我是带领全间教会是成千上万地做的，是不是？那里面牵涉到已经不是一个耳机的智慧了，人与人之间这些的好像一间工厂那样数量上的分配，是不是？我们身为一间教会，现在我们每个月所出的耳机量基本上是超越，即是以 handmade 来讲超越世上任何一个耳机厂的，是不是？咁边可能啊？如果你唔系万能，系咪？因为我哋讲紧系年头啊，而家讲紧系今年嘅2月头啊，大家都未谂过、未想象过、未知道过话会有呢个可能性啊嘛，系咪？但系问题，我哋呢间教会神系咪可以心里依靠我哋啊？将一样今年世上都未有人去做到、未有大财团去做到嘅嘢交俾我哋，但系喺未做到之前啊，已经系未发明到添啊，都交埋俾我哋。是不是好啦，歌曲啦，歌曲我哋直情作嘅歌，亦我哋作嘅歌，我哋編嘅歌嘅音程、音域同埋优美度咁重要，係世界上冇嘅。係咪神係咪可以心里依靠我哋喺人类社会当中，神要动工，神嘅国降临係咪可以藉咗我哋教会呀？冇错啦，係呢种嘅万能啦。明唔明呀？所以变咗好，到最尾审判嘅权柄，神可唔可以交俾教会呀？可以，不过係我哋教会。唔係嗰啲自称话係教会就得啦。係咪？因为嗰啲自欺欺人嘛。就好似你会睇到喺圣殿里面，诶，嗰啲卖牛羊鸽子，佢话自己都系祭司嚟嘅，即系佢客串祭司，不过又唔系利未支派，因为佢做嘅嘢根本上90%都做晒啦。祭司做嘅嘢又劏牛啊、劏羊啊、劏鸽子啊，将内脏处理，将啲血劈埋一边啊，或者系整牛红、羊红、啊鸡鸭红咁样啦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唔通咁就可以话自己系祭司咩？系唔得噶嘛？但系问题。冇错啦，如果所讲啦，原来当我哋一步一步跃进，跃进越嚟越个速度越大咧，神要我哋做嘅嘢越嚟越夸张嘅，就好似呢个贤妇一样。但系而家你知道个目的系咩啦？目的就系让我哋由祭物变成香料啦。吓，我哋唔系单单喺呢个地上劳动咁简单，系因为我哋正在不断付出咧，我哋修正我哋自己嘅心态，修正我哋嘅态度，修正我哋嘅信仰，修正我哋自己嘅内涵，修正我哋自己连我哋嘅性格啊。都一路一路纠正，原因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爱神。你为了对神的这份爱，你愿意在他的家庭当中，为了照顾他永恒的家庭，你不断藉着照顾这个的教会去学习、学习又学习。在个过程当中，大家都亲眼见过你的尤华牧师在过去32年里面，有很多东西我以前是不懂的，我是真的不懂的。我是真的不懂得怎样做世界上最靓声的耳塞，我真的不懂的。OK， 我真的不懂得怎样搞一间工厂呢，是由订料至到训练
里面嗰啲工作人员至到出品啊，全部做晒，我真係唔識喎，我未做过㗎 ,ok, 係咪？但问题嗰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我能够做得識，咁於是乎我性格里面，我躍進裏面好大啦，但係唔止，我喺佢里面做得好，仲要好人一千倍一百倍呢，啊，快快唔單止人哋快人一倍，快人十倍呢，唔單止量啊，量系唔单止多人十倍，系多人一百倍咧，系咪？咁里边个要求咪超高咯？大家都知道，身为人类先做到呢啲嘢嘅啫，系咪？呢份创新啊嘛，因为你直情系学习啊嘛，人类先做到呢啲嘢，但系问题做得到之后，你能够咧同其他人合作，你见唔见同一个宅男争我远哦？佢自己同自己屋企人都合作唔到啊！但系问题，我系同你哋呢啲嚟自唔同嘅家庭、唔同嘅年纪、唔同时间嚟呢间教会，同你哋一齐去合作。里面我是不是学习好多，身为一个人类我是学习好多好多东西，而并且我还要是有好多好多用好的方法去做，我不是说用偷压拐骗啊，不是说用这些发脾气啊，去逼人地啊，去陷害人地啊，去讲大话方法去做啊，不是的，有人是真的用好多这些方法搞到一间工厂出来，是不是，用赚大钱的方法搞出来，作歌又是很多用这些这样的方法出来变成巴兰仔。但问题我是用这些呢人类称为呢没可能或者最难的方法都做到的。那个是不单止你有几多的善良，并且还要 是你做出来的时候，于是乎比那班奸的你要用更多的智慧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就好像举个例，很多呢譬如好像他们的讲道带是卖钱的话，他一路卖钱要 keep 住去教会是易的。但你不卖钱还要被人逼迫的时候呢是难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明唔明啊？钱唔系万能，不过冇钱就系万万不能啊嘛，系咪？好似歌咁，你睇到班巴兰仔一唱只歌出嚟就周围收版税，系易几多啊？但问题我唔用咁嘅方法，而仲要作到一千只歌，系比佢哋难上加难啊！明唔明啊？我作嘅一只歌啊，最少比佢难十倍啊！如果系咁嘅话，你维持住仲系我哋嘅歌作出嚟，唔单止唔收版税，每一只歌连 CD， 连埋印晒精美嘅歌词。连埋只碟，连埋个盒，系免费无限量咁送出去。你知唔知系难几多倍啊？系咪一比一？但系问题，神点要咁难啫？因为你系人啊嘛，你系人类啊嘛，你可以有好多改善空间噶嘛。而并且咁难先至，仲要导致你点样？你嘅智慧跃升啦。而大跃升当中，神仲要将个难度更加加大，因为点解？要你和谐合一啦，要你同心啦。所以变咗有啲人喺外边嘅人睇见。哇！我哋个弟兄姊妹咁同心啊！哇，几百人同心去做，哇！原来你教会咁大，咁有啲肢体话啊，呢度其实系我哋教会好少部分嘅一批人嚟嘅啫。哇，咁多人啊，几百人能够同心，但系啲弟兄姊妹知道，我哋教会千几人都同心啦，系咪？你见唔见几难啊？系咪？嗰种难度就系神将个难度一路提升啦，佢要万能，神要佢个教会万能。咁先至不负神所托啊嘛，咁先至对得起神啊嘛，咁先至叫做似得似佢嘅太太。你而家明白未啊？似佢嘅太太，因为就系阿弗洛狄忒噶嘛，诞生系嚟自本源于你对神嘅爱，但系同样你亦成为神眼中佢嘅辛苦。所以变咗而家大家咪喺即系顶尖咪喺石湾，你见证咗呢样嘢咯，系咪？箴言第三十一章。第十节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主的爱在每天显出恩惠，无论住那境况，于心及勉励。主的爱在我心刮上缤纷绮丽。除去暗淡叹息，挽救我赐安慰。颂赞主上帝，全颂最上主恩惠，尽心尽一切，尽我气息将诚意发挥。颂赞主上帝。燃着热烈馨香祭，情真从今以后永不移，你爱上帝，全城奉献，为报主
救赎恩惠。